今天我用转轮子，也叫燕公子，来这金元宝。现在开始。三角形，它对折，它打开来，来对折。在我们这样子着，那里面有三层，然后我们这边折上来。这边也一样，然后翻过来，然后这边也是，从这边翻，这边要对这边一样的，然后就这边尖角这边折下来。翻过来也是一样，再翻上去，然后翻下来，塞进去。这边也一样，我们用江湖莲。往这边翻，打开，金元宝完成了，谢谢大家。